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子涵。那第二款面膜呢，就是我的造型师给我推荐了这款名模一号的樱花面膜。这款樱花面膜吧，效果也非常的好，因为它是在市场上就是为数不多的抗氧化面膜。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你看是不是很漂亮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面膜，它是粉色的，因为它的精华里面添加了 B12 和樱花精粹，而且还有非常非常好闻的樱花味道，敷了之后呢，可以让你的皮肤呢极致饱满，而且弹润年轻。我们来看一下敷在手上是什么感觉，它非常的温和，贴肤感很好，而且呢可以让你真正的无添加无防腐剂，它可以让你入眼睛都没有任何的刺激感，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，所以连敏感肌肤的朋友都可以放心使用。所以这款樱花面膜推荐给大家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好闻好用，而且颜值也很高。哒哒哒哒，哇，我的手真的是细白细白，光滑如嫩。